好，要等一下关心松山基地开放参观了。除了空军的精彩表演之外，其中充满神秘色彩的就是总统最常搭的福克50行政专机，尤其是在上面服务的空服员，个个都是精挑细选，素有专机金钗之称。包括了最近因为疑似劈腿引起广泛讨论的高凌风太太金友庄，早期也是专机队的空姐之一。空军松山基地开放参观，除了战机之外，最夯的就是这台白的发亮的福克50总统专机。走上专机阶梯，飞官戴着雷朋眼镜，穿着橘色飞行服迎接民众。机上空间不大，走道只能容纳一个人。而在里面工作的空服员，外界都很好奇。我们的职务呢，都是当天才会知道，不同于一般的民航工作。空军队空姐服务总统，任务神秘。登上福克50总统专机的空姐少之又少，但高凌风的老婆金友庄就是其中之一。当时还曾经在空中服务过宋楚瑜、连战。国军空姐从学姐到学妹，其实都不好当。我们有严格的空服训练，还有紧急应变处置，这些都是必须先完成之后呢，才能够上机去做service 的工作。空军专机队历史悠久，空服组金钗话题原本只在军中关起门来讨论。现在却因为老学姐金友庄的婚姻受到瞩目。追寻环球何兆伟台北采访报道。